来找我的是吗？果然是你，今日我拿出头发的时候就发现你不对劲。这是春儿无意从凶手那儿扯下来的一缕头发，以发可证，定能找出真凶。你们设局？当然，难不成还傻傻的等你来杀我？这一切都是我和大王商量好的，要你入局，瓮中捉鳖。没想到我竟然栽在你的手里，所以李雄和蝴蝶也是给我演戏了。你倒也是厉害，竟然易容成我的容貌去行凶，害我差点说不清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我的簪子你是怎么得到的？原来如此，竟让你钻了空子。说，你听命于谁？为何要刺杀公主？不说也没关系，你的老巢，本王已经派人找到了。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当然